全身沾满泥巴的男子坐在地上，头低到不能再低，警消人员赶紧从消防车上拉起水线，把他身上的泥巴冲掉。原来是为了躲避警方，男子先是往溪里跳四周，还溅起水花，想不到下一秒他竟然直接钻进下水道。李姓嫌犯他骑乘机车未打方向灯转弯，警方进一步将他盘查后，在查证身份的过程中，李姓嫌犯因为心虚就马上往一旁的水沟跳下去。事情就发生在11号中午，李姓男子先是骑乘机车在新竹街道上乱晃，结果违规被警方拦下。想不到他因为是通缉犯，一时心虚，直接往旁边的豆子埔溪跳下，钻进下水道涵洞，想要逃跑。哎，对，大正高站过来啊，到位，到最高呀。李姓嫌犯在跳进去水沟后，从涵洞进入，一路爬进去市区的下水道。警方在下午18时许才将李姓嫌犯逮捕到案。钻进人孔盖，李姓男子天真想要躲避警方，没料到警方撬开人孔盖，一个一个寻找，最后把人逮捕归案。记者韩梦千、邱小倩，新竹报道。